你看，身后还有更多更多的泡泡纸，那这边的泡泡纸是已经都没有气的，就可能被压在下面，然后时间也久了，这些就是没有气，要准备丢掉。你看这边还有超多泡泡纸，这边就是没有气的泡泡纸啊，那边要放回去的就是有气的泡泡纸。